走了。哎，启鹏，快走，走。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，待会儿迟到了。让我自己上学去。你自己上学，那哪行啊？你还小，明天再说吧啊。为啥？为啥？你爸爸妈妈都在外边打工，等他们春节回来，我跟他们商量商量。他们要同意啊，你明天自个儿上，我都不送你了。 姑娘，上班去。哎，大爷。哎，我给你抄了个治肺心病的偏方，要不你先吃几副试试？耶，又让你费心了，你看。没事。孙达。好。走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谢谢谢谢。孩子，慢跑慢跑，开开，慢点。 回国以后，越王勾践时刻不忘记报仇雪恨。他还在屋子里挂了一只苦胆，每顿饭前总要先尝尝它的苦味。走开！请你回答老师的问题：越王勾践为什么每顿饭前要尝一尝苦胆？肉，肉。因为苦胆是肉，越王是大王，大王每顿饭都得吃肉。 那么苦胆是甜的还是苦的？既不苦也不甜，苦胆是香的。凯凯。 你是那个流浪狗，是个哑巴狗吧？不是，它会叫。会叫，哼，会叫，都没听它出过声儿。只要是大狗一欺负它，它就向我求救，它可聪明了。不信你看，小胆儿，去把爷爷鞋子给我捡过来。耶。 有两下子，爷，咱快来交电视费。哎，老师说了，看电视啊，影响学习啊。我知道，你不想交钱，光想吃药。傻孩子，爷爷是有病，可哪有不想看电视？ 光想吃药的人呐，啊！那我去燕子家看去了啊。走，小胆儿。开开，开开。每天都看你没意思，挑回来，你给我挑回来。
不好看，我给你找个好看的。小伙伴，你看，你看，你回你家看去呗，你回你家看去呗，你回你家看去。快快快快！你让着妹妹点儿，你是哥哥嘞，你要想看的话，你随着妹妹看；你要不想看，你回恁家，想看啥节目看啥节目，好吧？小达，走。小达，走。哎呀，这么好的家具啊！说这几年可发财了，非要买城里家具才结婚。娶城里闺女，买城里家具，也对啊。好，走了啊！好，好，慢点啊。电视不好看吧？鸡说话，狗唱歌，乱七八糟，连个人都没有。那叫动画片儿。哼，还动画片儿，啥玩意儿？哎，小丹，来上来，上来。呀，这卧床咋办？不行不行，下去。没事儿，今天让他跟我睡。不行，来上来。快点的，接电话去，那爸来电话了。爸爸，俺爷好着呢，俺爷睡了，我听俺爷的话，没调皮。爸爸，我想你了。好，好的，爸爸，再见。你爸都说点啥呀？看把你高兴的。我爸说呀，太原都开暖气了。哎，暖气啥玩意儿，阿姨？暖气啊？那暖气那烧了暖气都不冷了呗？爷，俺爸说他要给咱寄200块钱，叫咱也生个暖火炉子。冬天里呀，你就不咳嗽了。不不不，咱不生。前几年咱没生，咱不也过来了？咱不生啊，不生。哎，凯凯啊，你爸爸没问你学习的事儿？那可不问，叫我好好学习，听老师的话。哦，好好好。哎，今儿上的啥课？来，给爷爷念念。坐啊，坐啊。会稽一战，越国打了个败仗。哎，停停停停，会稽一战？不对吧？应当念会稽。不是。就是会稽，开会的会，你看。哦，好好好，会稽会稽，这接着往下念。越王勾践万般无奈，只好派人向吴王夫差求和。啊，听听听，夫差？不对不对不对，应当念夫差。小时候说书都是这么说的，都是夫差。你小时候那错了，你看看，就是差，差别的差，学习不好的叫差生，也是这个差，复差嘛。复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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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你再往下念吧，念我听。勾践夫妇来到吴国，穿上粗布衣，入进爷，我做饭吧。乖啊。啊。你还小，等过一年再说吧啊。
我今年九岁了，都上三年级，做饭有啥难嘞？做饭是不难呐，只要你肯学，他都会了。爷，我肯学。那，来，我给你说说。好。你看啊，这锅里啊，我放了三碗水，再放上两把米，这米。再放上锅篦儿，放上俩馒头，两个鸡蛋，还有切的白萝卜丝儿，红萝卜丝儿，我知道，下边是汤，上边是饭，白萝卜丝和红萝卜丝，咱俩调菜。哎，好，一说你都学会了，开开真行啊。爷。小豆啥时候算熟啊？啥时候啊？你看啊，跟这锅上一冒白烟儿，再过个，一根烟的功夫吧，他饭就熟了。持续一根烟，那算3分钟吧，1分钟60秒，就是咔嚓180秒，差不多。差不多，是差不多吧？夫差的差。你这个小坏蛋呐，脑袋瓜真管用，比你爸爸强多了。你爸爸15、6岁的时候啊，还啥都不知道呢。行，好，太管用了，你看看，你们会地菜我了。爷，等我长大了，我要挣很多很多的钱，买一辆像火车一样长的汽车，你想坐哪一节就坐哪一节。那干脆你给我买个火车算了。火车得修铁轨，再说了，咱家也没地方停啊。这倒也是。那么长的汽车，跟火车一样，那他那院也停不下呀。王老师，大爷受累了。不受累了，大爷您辛苦啊，慢点。跟爷爷一起回家吧啊。跟老师说再见。再见。爷，有别人教我了吧？我三年级了。三年级咋了？人家那四年级爷爷不还接吗？他去年出过车祸。可不是吗？哪个小孩不怕出车祸呀？真是不会说话。快快到我家去玩。别跑，慢点去呢。金丹，等等我。小丹，快点来。来上。小丹，你知道你的爸爸妈妈在哪吗？知道就叫一声。不知道就不要，那就是说你不知道，傻瓜。你想你的爸爸妈妈吗？比方说，夜里做梦，梦见了爸爸妈妈，他们疼你，亲你。给你买了很多很多的好吃的东西，你怎么抱都抱不住，你正在着急，突然发现爸爸妈妈丢了，刚才还在，怎么突然丢了呢？你就找啊找啊，却没有一个人理你。你跑遍了天下的路，
问遍了天下人，竟然连一丁点消息也没有。你就这样把爸爸妈妈丢了。再比方说，你看见爸爸妈妈在前面走着，你拼命的追啊喊啊，可他们就是不理你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在哪儿？你们去了哪儿？小胆儿，如果你像我一样经常想念爸爸妈妈，经常在夜里流了很长很长的眼泪，那我们就是朋友，好朋友。如果不想，我们就不是朋友。好，现在我问你，你要如实回答我。如果想爸爸妈妈，你就不要叫；如果不想爸爸妈妈，你就叫唤一声。想不想？够，朋友。小胆儿，咱们回家。走，小胆儿，回家。110，爷，110是报警的，如果有谁来偷东西，可以打这个电话啊。哦。这个电话不要钱。哦，不要钱。啊。哦，那好。120，爷，120是救护电话，如果出了车祸或者有紧急情况，都可以打这个电话。哦，那我要是有了疾病找医生，那拨这个电话行不行啊？啊，疾病不也是紧急情况吗？哦，应该可以。行。119。那这个是？老师说这个是火警，如果哪个地方失了火，一拨这个电话，几分钟救火车就赶到了。哦，好。114。那这是干啥？这个没用，这个是查号码的。如果你不知道电话号码，可以问他。哦，那要是我把你爸爸的电话号码忘了，那咋办？那我问他，你给我说，我儿子电话号码多少？那他知道不知道？你儿子是谁？他怎么知道？你要问陆国生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，他在电脑里一查，陆国生三个字，号码立即就出来了。哦，不过呀，你爸爸电话号码数太多，我查了查，11个数了。爷，你不用担心，我把我爸的号码也写上。好，写上。爷，哎，你记住啊，这4个号码都不要钱，但也不能因为不要钱就可以随便打呀，要负责任的啊。哎，你放心吧，爷爷不会说没有失火说失火，没有车祸说车祸，爷爷不是那调皮的孩子。爷，哎，咱家里的电话没有座机费，只要是你不往外打，电话就不会给咱要钱。那好，那以后啊，咱光接你爸爸来的电话，咱不往外打。如果电话机问他要钱，俺就说是电话错了，对吧？爷，你可比我爸聪明多了。笨蛋呢。混蛋，竟然不打！
你。小胆儿，过来，过来。以后他再来，你就叫我，听见没？就这样喊。我一听到信号，马上就冲过来，记住了吗？小胆儿，你不要害怕，有我在，你要坚强勇敢，不要再被那个大狗欺负了，记住了吗？我知道小胆最听我的话了，我一说啥，小胆就能做到，对不对？嗯，记住了吧？对了。凯凯，没事别乱播啊。凯凯，今儿学的啥？给爷爷念念。咋了？爷爷啊，就喜欢听凯凯念书，吐字清楚，又有情绪，像小喇叭一样。念念吧，来，念念，快点。13克，世界上第一个听诊器。啊，那听诊器也上课本了？你别打岔，中不中邪？谢谢，我不打岔，你念吧。1816年，法国巴黎流行着可怕的肺结核病。有位叫莫乃克的医生，看到许多病人痛苦的死去，心里十分难过。爸爸，您好，我们是电话局，想跟您做一下业务回访，请问您的电话声音清晰吗？清晰。我们新增加了几项服务内容，一项是来电提醒，我们不需要。不是你爸来电话，想让咱增加服务费呢。那你增加了没有？没有。那咱念书吧，啊！不念了，没意思。一会儿你爸爸打电话来啊，你说复习完了，他多高兴了。你爸爸呀，从小都不爱学习，一学习都打瞌睡，所以啊，他只能打个工。
俺开开爱学习啊。两三岁的时候啊，开开抓着树都不撒手，所以说，俺开开学习好，将来呀、一定有出息，比你爸有出息。第十四课，每逢祝节倍思亲。唐代有个大诗人，名叫王维。十五岁那年，他离开家乡，来到京城长安。那唐朝都打工的了，那多大离开家乡啊？十五岁。哦，十五岁啊，你太小了。那往下念吧。一年一度的中阳节又到了。啥节？中阳节啊。好，往下念，往下念。有啥不认识的字儿，咱记下来，明天再问老师啊。一年一度的中阳节又到了，一大早，大街上便热闹起来，人们扶老携幼，兴高采烈地去登高游玩。喂，爸爸。没有。爷，我帮着你接电话呢。快点来。国生，我身体还行，没啥大毛病。开开挺听话，学习还不错，前天老师还表扬了。那炉子。先不生吧，过几天冷了再说，好。两碗。乖乖，咱先让爷看看摔哪儿了啊？摔哪儿了？哪儿疼啊？在哪儿？哎，我没事儿。混蛋，吓死我了你！快等等我！这个孩子真不让人省心啊。可不是嘛。你说这当父母的把孩子往老人那儿一撂啊，嗨，什么都不管了。孩子也有孩子的苦处啊。俺家开开啊，经常夜里叫他妈呢。那是你们家开开，我那外孙亮亮啊，见了他爹，半天都不认。哼，那是忘了亲喽。忘了亲了，那是不亲了。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上学时他跟在我的后边，放学时他走在我的前边。他不会像爸爸那样老打电话嘱咐我不准调皮，也不会像爷爷那样老是催我早起，更不会像邻家女孩那样总是对我说回你家看电视去。他从不问我的作业，也不逼我学习，从不嘲弄我的鼻涕，也不乱讲我的秘密。虽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知道他的爸爸妈妈现在在哪，但是我知道他和我一样会常常想起，会在做梦的时候流下很多很长的眼泪。他是我的好朋友，从不批评我，从不欺负我的好朋友。他的名字叫小胆儿，他
是一只狗。同学们，这是陆开同学写的作文。从他的文章里，我能深刻地感受到不在爸爸妈妈身边生活的你们内心上的孤独。同学们，这段时间陆开同学进步很快，作文写得好，书也读得好。照这样发展下去，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陆开同学一定能考上大学，读上研究生，甚至博士生。我们给他鼓励一下好不好啊？来，开开，亮亮。哎，哎，太太，啊，爷爷没来接你啊？我也没见过爷爷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小丹，走，爷爷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好。小丹，走，小丹，过来，哎，上去，上，小丹，知道吗？王老师表扬我了，王老师呀也表扬你了，你高兴吗？走，回家去。今天结婚的，你爷爷可能去喝喜酒了。等等，走。看看，慢一点。预备。谢谢，来了，谢谢。谢谢谢谢。哎呀哎呀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您最近还好吗？哎呀，你好。那金姐，来招待一下。我这是。爷，爷，本来啊，爷爷是要告诉你，可你昨天摔了一跤，把爷爷吓坏了，所以爷爷就忘告诉你。爷爷对不起你啊，孩子，以后啊，爷爷都注意了。啊，啥时候咱也不能够对外开开，是不是乖乖？哦，好，别哭，乖，别哭，乖。叫你跟我说，叫你不跟我说。好，好，好，下回爷爷注意。来，咱吃。来了，快吃点，吃点，吃点，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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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，开开啊。嗯。这炉子真好啊，你看，这有个伴。哎，嗯，用的时候给它一擦，用上了；不用的时候给它，哎，这煤气都从这儿跑出去了。哎，开开啊，医生说呀，多吃馍片开胃。以后啊，你多吃点，等到过年，你爸爸妈妈回来一看，开开吃的又白又胖，也给爷爷脸上装光啊啊！爷，哎。你说博士大还是状元大？那应该状元大吧？头名状元，头名状元，那状元就一个呀，那博士那多了去喽。爷，那我考完博士才考状元？现在呀，没状元喽，状元那是过去的事儿，知道吧？哦，爷，我念书吧。好，念吧。爷爷就喜欢听开开念书。爷爷，爷爷。哎，嘿。燕子他爸回来了。哦，过年啊，你爸也回来。嗯，燕子他爸打工的地方离我爸远吗？听你爸说，有好几十里了。嘿。那太原能顶着那个村多少个呀？咦，
那得顶百十个。那我爸啥时候能把太原的房子盖满啊？盖满？那可说不上来。你看看，那新房子盖好了，那旧房子又要拆了，那不还得盖啊？那我爸一直也不回来了。咋不回来呀？你爸爸想开开，很快都回来了。等着啊。爷，你歇会儿，我来和面吧。哎，爷，来。爷。开开真行啊，学啥像啥，就是和面了那手小点儿，要是再长大一点儿，以后蒸馍呀就轮不住爷爷了。爷，哎，那我用脚蒸不蒸，我把脚洗干净。那和面可不是和泥儿啊，乖乖啊，那脚踹啊。好吃吧？好吃，真好吃。爷，我想睡东屋。为啥不想跟爷爷睡了？是嫌爷爷脏？我是爷带大的，怎么会嫌爷脏呢？那是为啥呀？夜里光出汗。哦，俺开开长大了，你就试试吧。小板凳，弯弯腰，娶个媳妇儿，不要不当高，给屋里怕老鼠，给当院怕鸡刀，
门外怕狗。那个混蛋呢？再来欺负小短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小短，你追我干啥？爷。爷爷。爷爷。凯凯，爷，爷，凯凯，爷，爷，爷，哎，凯凯啊，这回要不是林医生啊，你就见不着爷爷了。爷爷，我不是怕死啊。我一死，这凯凯一个人咋办啊？这俗话说，大恩不言谢。给这林姑姑磕个头吧！啊！别，快起来，孩子，快起来。起来，爷。哎。这个吃两片儿。哎。这个吃一片儿。好。哎呀，俺家凯凯越来越懂事了。凯凯啊，这煤炉子咱不能再生了。哦。要不啊，还得煤气中毒啊。哦。要是你冷呢？嗯，咱那早点坐床上。早点上床睡不着。嗯。咱把那烧煤的钱呢，交电视费。夜里睡不着，咱就看电视啊。老师说看电视光影响学习。俺班里的赵东升，你应该知道吧？他光知道看动画片，这次考试就没有及格。嗯，啊，照你这么一说，那看电视一点用处都没有啊。利大于弊。哟，还利大于弊，还说大人话了。好。爷，哎，你想想喜欢听啥故事？这一段我老念课文，老师都表扬我了。咦，那好啊。那爷爷想一想啊。哦，爷你慢慢想啊。啊。
开开。啊？来，你知道岳飞的故事不？不就是抗击金兵的岳飞吗？啊。精忠报国，飞上赤字，最后被奸臣害死。哦。老师给我们讲过。哦。哎。嗯。你这也搬回来了。这几天我老想，要是我不搬走，你肯定就不会煤气中毒了。嗯，那你要是搬回来，弄不好咱俩呀一块煤气中毒。哎，爷，你想好没有？你想听啥故事？想好了。哎，那你知不知道杨家将的故事？穆桂英算不算杨家将啊？那当然算了，大破天门阵嘛。那他不姓杨啊？他是不姓杨啊，可他是杨家的媳妇，媳妇姓的是娘家的姓儿，可是他是婆家的人呢。哦。哎，还有佘老太君，他也不姓杨，可他是杨家的媳妇啊。哦。所以说这都是杨家将。知道了。哎，爷。嗯。你咋光说不吃药啊？忘了，你看看，吃药。走开，你接到什么说？说岳全城。爷爷，哎，我给你借回来了。是不是？哎，对，就是他。你看。说岳全传。哦，那是全传吧？不对，就是传，宣传的传。哦，你看看钱财柱。那钱财柱啥意思？就是说岳全传是钱财写的。哦，这个柱就是写的意思。哦，对，那这么厚一本书，那是得有人住，对吧？啊。爷。嗯。这哪个是岳飞呀？哪个岳飞？就是这个骑白马拿长枪这个。哦，这个骑黑马的呢？骑黑马的是岳飞手下的将军。哦，我知道了。走，上屋给爷爷念。好。哎，走。爷。哎。今天还念两句岳飞比武吧。好啊，今天呢要开打了。哎，好，念。好。岳飞不慌不忙，立定了身儿，当天下英雄之面，开弓搭箭，真可是弓开如满月，箭发似流星啊。哎，爷，这俩字我不认识。哎，不认识不要紧，秀才念字认半边，认识一半就能念了。哎，认识一半。哎，念。弓开如满月，箭发似流星。疯疯的一箭射了九十。不，应该是嗖嗖。嗖嗖。不对，就是风风。你看看，人家这上面写的就是风风。哦，好的，风风也行，风风。看吧，人家那射箭一射就得带风嘛。哦，那倒也是，对，那风风。只见那摇旗的摇个不停，擂鼓的擂的手酸。爷，下雪了。哦，下雪好啊，追雪找风帘，能吗，乖乖？爷，老师说这一段还是小雪，再等一段呀，
就该下大雪了。下了大雪啊，就该过年了。爷，哎，咱还是生起炉子吧，生了炉子就不冷了。咱可不敢再生炉子了，再生啊，都没命喽。那你给我下床跺跺脚吧，我们在学校里要是冷了，我们老师就带着我们跺脚，一跺脚立刻就不冷了。爷爷，我跺不动了。爷爷给暖暖手啊。来，不能了吧？快快哥，咱俩去堆雪人吧。才下雪，咋堆雪人呀？我爷说，刚下的第一场雪，落在地上就化了。存不住。烧锅好玩吗？我帮你烧吧。罗刹中柱。爷。哎。你夜里发喘，林姑娘，你吃的是哪个药？是安插碱。这个好记。俺班里有个同学叫安发简。那都姓安。吃几粒？吃两粒。哦。爷，杨家将没有，我借了《三国演义》，你一定也很喜欢。《三国演义》，爷太喜欢了。那咱从头念吧。行，来，从头念。小德，来，给我脱鞋。哎，啊，凯凯，你的作业做了吗？我为了给你念书，在学校我早就做完了。哎，那好孩子。哎呀，你爸爸小时候啊，就是不喜欢做作业，所以我得打工。《三国演义》，罗刹中柱。是罗贯中吧？对，这个关着我认识，一时忘了。哎，爷，你还说你不认识字儿，这个关字儿你咋知道？都是小时候听说书听的。爷，你小时候听了不少书啊。那可是，每天夜里都听。念。好。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，是非成败转头空。爷，这一段没意思。那没意思，咱就搁过去。接着念。话说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爷。这一段也没意思，也没意思，那还搁过去，咱们光捡那个有意思的念啊。哦。来。快点，你爸电话。爸爸。我要身体健康，精神愉快。我正在跟俺爷爷《三国演义》。我不要礼物，你要跟俺妈要好好注意身体。哦。哦。哦。再见。咱们接着念。
小胆儿，他叫我打你。干啥呀，小胆儿？开开，开开，你过来，来爸爸这儿。等你爷过了头七，你跟爸爸妈妈进城去吧。开开啊，你还是跟爸妈走吧，你自己在家能行？你才九岁，自己都顾不住自己。我不进城，俺班里的吴美芳去了半年都没找到学校。陈晨又回来了，我要上学，我不进城。请问王老师在吗？王老师啊，王老师，王老师，有人找。你好，王老师。是，我是陆开的爸爸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平时我跟他妈妈都不在家，这陆开多亏你照顾了。听陆开说你很喜欢他，总是夸他，鼓励他，我跟他妈妈都不知道该咋感谢你。这来了也没啥给你带的，你看，哎，别别，这都是应该的。啊，听陆开说，您想把他带到城里去。啊，这我跟他妈都回去，一个九岁的孩子放在家里头，我们确实不放心。可问题是，现在城里头一时还找不到学校，哎，愁死人了。其实陆开这孩子吧，是个上学的料子。只是孩子最怕耽误，泄了那股劲啊，到时候再鼓励他就难了。这个我们也知道，但是你说把一个九岁的孩子放到家里头，到了晚上他一个人在家，万一要有个病啥的，连个知道的人都没有。您看这样行不行？白天这孩子就在家里吃饭，晚上他就先住我家，您呢也在城里抓紧时间给他找个学校，毕竟孩子还是得跟着父母啊。那要是这样，那当然好了。这本来应该是我们做父母应尽的责任，这一下全推给你老师了。我给你鞠个躬吧。哎，别别别别。开开，来，过来。
妈妈给你买了个新袄，你穿上试试。哦。看看。嗯。爸爸给你换了200块钱零钱，你留着在家用。哦。不要乱晃啊。嗯，你过来一下。有线电视费爸爸也给你交了，写完作业再看，好吧？好。还有这个电话，爸爸给你充了200块钱，想爸爸妈妈的时候就给爸爸妈妈打电话，啊？嗯。开开进来。爸爸跟你说，这个大的袋子里边是面粉，蒸馒头、搅汤，它够你吃一阵子了。那个小袋里边是大米，还有爸爸刚给你买的一桶油。这个桶太大，炒菜的时候拿一小瓶子倒进去用。这边有萝卜、白菜。凯凯啊，你自己在家饭不管闹好，一天三顿你都要吃，嗯，不能太凑。爸爸妈妈不在家，你自己要学会照顾好自己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几点了？6:10了。还有20分钟嘞，叫不叫孩子了？别叫了吧，昨天都说了半夜的话了，让他再睡会儿吧。我看，还是带开开走吧。上学是一辈子的事儿，这要真给他耽误了，到时候咱们都后悔。再说。还有他老师在这儿呢，你干啥呀？还是给孩子割下吧。昨天我都给他200了，这你要再割，咱俩人还回得去回不去了。要不你自己走吧，我想陪着孩子，我不放心他。咱来的时候都跟人家说好了。说办完事儿就回去，这你要是不回去，人家那孩子谁带呀？咱说话不是也得讲信誉？你看，说着说着你又来了。妈妈要走了，妈给你做了饭，在锅里呢。妈不在的时候，你以后顿顿都要自己做了，要照顾好自己啊，乖乖。妈真是舍不得你。
小胆儿，我不饿，难道你也不饿吗？开开，走。小胆儿，别怕他。不许欺负咱家客人啊！开开，晚上你就在这儿写作业吧，就睡这屋。要是天冷的话，自己加床被子。那那儿有被子。谢谢王老师。嗨，跟老师不要这么客气。开开，你记住，以后你要是住这儿的话，这儿就是你的家。嗯。一会儿老师去他姥姥家接妞妞去，你呢就在这儿写作业吧。好。真的很害怕吗？姥姥，姥姥，人死了还能活吗？人死了跟灯灭一样，活不了了。王老师，我想回家。回家？为什么呀？我在这里睡不着。那你一个人在家不害怕吗？不害怕。真的不害怕呀？不害怕。陆凯，老师知道你呢是个勇敢的孩子，你要是害怕了就给老师打电话，老师马上过来接你，好不好？谢谢王老师。姥姥说，你要是在家里害怕，可以睡在我家。开开哥，我保证再也不跟你抢遥控器了。我家里有塑料玩具，你可以随便玩。谢谢。那你同意了？
快快哥，你要是害怕，可以去我家做作业，好吗？小婶儿，来吃。春节是我们国家最隆重、最热闹的传统节日，春节又叫年。那么你知道年的来历吗？小暖，快吃，吃，吃！小暖，吃，快点吃，小暖。小暖，小暖，来吃，吃。开开，爸爸，爸爸，
开开。嗯。你几天没做饭？三天半。爸爸今天好好给你做几个菜，你一定要好好吃。谢谢爸爸。跟爸爸不要客气。谢谢爸爸，不客气。王老师。哎，楼开爸爸呀，来，快请坐吧。学校有眉目了，啊，找了几个老乡帮忙，也花了几个钱，但总算找好了。开开的事儿啊，让您操心了，谢谢您，王老师。这不都应该的吗？不过陆开这孩子真的挺勇敢的，一个人面对这么空旷的院子，面对黑夜，也挺不容易的。我正号召全班同学向他学习呢。还不快谢谢王老师！谢谢王老师。我呀，一定给陆开写个好评语，让新老师都喜欢他、器重他。陆开，嗯，一会儿和班里同学道个别吧。好。哎，陆开，进来吧。同学们。咱们班的陆开同学就要和他的爸爸去城里上学了，在今天呢，陆开想和各位同学来告个别。来，陆开，和同学们说说吧。我就要跟着我爸爸进城了，可我舍不得离开学校，舍不得离开王老师还有大家，我会想你们的。哎，同学们，送给你了，谢谢。大概，嗯，再给你爷磕个头吧。哦。想和爷爷说几句话，行吗？去吧。爷爷，你的咳嗽好了吗？燕子的姥姥说，人不管得了什么病，只要一死，就都好了。爷爷，你好了吗？开开想你，你想我吗？爷爷，我
知道你自己在这里很孤单，想看看的时候就给我托梦吧。过年的时候我一定会来看你。电视咱们带走吗？不带。你上个月刚充的钱。爸。电话里的钱可以退吗？不能退。我就要带你进城了，你开心吗，小胆儿？走了，走。开开，你干嘛？我要把小胆装到书包里。爸爸跟你说，小胆咱们不带了，到城里爸爸再给你买个好的，行吗？不行，我就要小胆。快快，你们走不走？要下雪了，不走下雨。马上马上。那个，火车上不卖狗票，咱到了火车站，人家也不让咱们上车。不，我就要带他进城。你怎么那么犟呢？不行，我就要小胆儿，我不见着了，这孩子怎么不见着了？不见着了，我不见着了，小胆儿，小胆儿，我不见着了，这孩子不见着了，不见着了，不要下去，我不见着了，我不见着了，小胆儿。Thank you.